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。那我们在前面呢，其实已经把这个圆的部分哈，有关圆跟直线、圆跟点、圆跟圆之间的关系，好，介绍的差不多了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两集哈，我们要来介绍比较复杂的这个应用型的问题哈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，他说从 C 点对这两个圆各自做两条切线，产生的切点分别是 A、D、B、E 那四个切点如下图，已经知道这个60、这个65度，这个角60、这个角65度，那这四个选项哪一个是正确的？你可以按下暂停想一下，这四个选项哪一个是正确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是机测题啊，我觉得它出的不错啊，它出的不错。好，那怎么样的题目算不错呢？就是说它没有很复杂的计算，好，然后它跟我们学到的知识就是基础的知识有关，好，然后需要动动脑动脑去回想一下我们学过什么。你看它现在比的是 AB， 橘色 AB。CE 这题说起来不难，你只要有想到你就很容易就会解出来了。还有 CD， 这样没有关联的三条线怎么比？那一定要让它有一点关联嘛，它又给我们这两个角，所以如果你有稍微的有灵光一闪，你给我两个角，我可以比的比应该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吧。那然后你就会想到我们学过切线长性质，也就是说 AC 呢其实会等于 CD， 对不对？他们同是 C 点对这个圆 O 做的两个切点，它的切线长一样。然后右边这里，我们刚才这个 C 呢其实就会等于 CB， 所以 CA 等于 C 珠，然后 CE 等于 CB。 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比 A、B、C 柱和 C 其实就是在比这个三角形的三边啊。那根据大角对大边，我们可以知道65的对边一定比60的对边大。那这个嘞，可以吗？橘的比红大啦，那蓝的嘞，好。那这个积极一点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这个角算得出来啊，它是几度？它是55啊。一个三角形如180嘛，如果你等分三等分，这三角形是60嘛，那它像一个角60，一个角多5度，一个角就少5度，所以55的对边是最小的，所以 CA 才是最小的。那 CA 也就是这个 C 珠，然后第二小的是60度的对边，也就是CB， 那 CB 也就是 CE， 然后最大的是这一条 AB。 这样可以吗？三角形 ABC 中，因为角 A 我直接写角 C 啦，三角形 BAC 中因为角 B 小于角 A 小于角 C， 所以可以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小明在球场边看人家打球，他带着一个资料夹，那种硬壳的资料夹，他把资料夹打开之后，掀开来之后，倒着放在这个放在地上，那结果刚好是盖住一颗球，刚好盖住一颗球的话呢，图形如下哈，这个资料夹打开来，球在他的底下，然后这虚线是地板这样子。那
资料夹打开来之后，它的高度，也就是从资料夹的最低点到最高点是20公分。好，那如果今天呢，他盖住的这颗排球也是直径也是20公分，好，那结果他发现有一段漏出来了，有一段漏出来了。那请问，好，这样这一段漏出来的这个部分是多少？然后他已经告诉你这个地方是直角，然后它身为资料夹，所以它其实两边是等长的。好，对，那它这样子盖起来之后，这一段露出来的部分有多高呢？来想象，好，想象，好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要怎么算哈？那总而言之，我们有一个圆，来点一下圆心哈，再低一点，在这里哈。那圆心点出来之后呢，这里有相切，所以怎么样？养成良好的习惯哈，相切就有直角，这里也是哦，相切就有直角，可以吗？那于是你就会发现哦，哎，这里出现四个直角，因为这个90 90 90，这个一定90嘛，这矩形邻边又等长，所以其实这里是正方形，哎，这里是正方形的话，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正方形边长多少呢？因为它是一个直径20的圆嘛，所以其实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就是10。可以吗 ？OK， 那他问哈，他问这个这一段，他问这一段，那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它的高是20嘛，那这个球本身直径也20嘛，所以今天会有漏出来，就代表怎么样？它往上这个原本的这个资料夹哈，它没有碰到地板嘛，它没有碰到地板的这个高度，其实就是它跟这个顶端的距离啦。也就是说，他要求的虽然是这一段，但是其实你求这一段也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段呢会是多少呢？你如果把顶端跟这里连起来，那其实它既然是正方形嘛，正方形对角线是边长乘以根号二，这是10根号二，这是10根号二，然后这一段却又是10。所以其实它凸出来的部分，你看，其实如果有想到的话，如果想通的话，还蛮好算的。它是10根号2减10啊，这就是答案喽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哈。我这里有个直角三角形，然后角 B 是90度 ，BC 是20，然后有一个半径是10的圆跟两股相切。好，那接下来他跟你说哦，用什么方式可以找到这个圆的圆心呢？好，然后我帮你取好代号的哦。L 是做角 B 的角平分线，角 B 的角平分线会过这个圆的圆心吗？还是做 AB 的中垂线会过这个圆的圆心呢？还是做 BC 的中垂线会过这个圆的圆心呢？好，那这一题的关键在于说哦，我这个是20。那我的这个圆心，这里直角，它在这边一定会形成一个正方形，因为它是四个直角，是矩形，然后邻边又等长，所以这一定是正方形。那是正方形的情况下呢，它既然半径是10，所以这个应该是10，也就是说这里会剩10。同样的，这个是10的话，这个是10，也就是说这里其实是剩11。好，那你推论出这点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怎么样？哦。AB 的中垂线是不会过它的，但是呢，如果是 BC 的中垂线就会过。然后我们前面也有说到，要过这个圆心，你可以做什么？就是这两切线交这一点嘛，做它的角平分线哦，这是切线长性质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嘛，所以会哈，这个会过圆心哦。那所以我们选的是 L 和 N 啊。住，可以吗？这是上次的作业哈。那我们在上次介绍了这个外公切线和内公切线哈。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，哎，那我们用的例子都是外离，如果不是外离呢？好，如果是外切，其实这个并不难想象哈。你看，我们来顺便来很快的推导一下外公切线和内公切线哈的算法。好，我们。还是先用外离来列这个式子哦。来，你看哦，这是圆心，然后我有一条公切线。
然后都是连心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重要的是什么？这里是直角，这里是直角，所以如果平移这一条弓切线到碰到圆心这里画过来，这是小啊，这是大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外弓切线的平方会是这个连心线的平方减掉大啊减小啊的平方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会在这里你会知道一件事情哦，连心线一定会比大减小还要大，要不然你这里减出来就负的嘛。就是说你这个连心线是斜边嘛，所以它一定比大减小还要大。连心线要比好这个两圆的差还要大的话，那么这个一定不会是内切以内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内切，连心线会刚好等于两个半径差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在算这个外弓切线的时候，它就没有长度，因为外弓切线长是两个切，它切这两点嘛，它切这两点的这个连起来嘛，两个切点连起来。那你如果是内切的话，你的这个你有弓切线没有错，可是你这条弓切线只有一个点而已，它就切在你们的切点上，好，所以你就没有外弓切线长了。那你就可以知道说，那如果我内离嘞，内离的话，连心线是小于它的半径差的，那这边一定就算不出来。所以你要有外弓切线，好，我们从这个外弓切线长度 的推导反过来去看这件事情，就是你会发现，如果我要有外弓切线的话，我的连心线一定要比半径差还要大。那如果我是要有内弓切线嘞，如果我是要有内弓切线的话，一样我们先用利用外离来列一个式子。很快的来再来推导一次，直角直角平移这一条弓切线一直到碰到第一碰到这个圆心，然后延伸下来，这里也是直角，然后这是连心线，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形。那所以内弓切线的算法，内弓切线是这一段，这一段长就是这一段长，它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一股，所以它是内弓切线的平方会是斜边依然是连心线减掉，那现在呢，它的另外一股是大 R 加小 R， 那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，内弓切线的话，你如果要有，你就一定要连心线比大 R 加小 R 还要大。换句话说呢，如果是外切就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外切就刚刚好，这个等于这个，那它就没有外弓切线长，但是它会有一条外弓切线。它没有内弓切线长，但是它会有一条内弓切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如果你希望你有内弓切线长，你就要外离。前面所整理的圆跟圆的关系，如果我外离，我的连心线比半径和还要长，所以我有内弓切线长，所以我有两条内弓切线。然后连心线也比半径差要长，所以我有外弓切线长，我有两条外弓切线。如果我是外切，我的连心线是等于这个连心线等于半径和，等于半径和就会导致我的内弓切线没有长度，没有长度哈，刚好这个长度等于零，长度等于零我就只有一条，但是它是等于半径和，那它还是大于半径差，所以它还是两条外弓切线。如果我相交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在这里示范用相交来去算这个外弓切线长。如果相交的时候呢，我的连心线是已经小于半径和了，所以我不会有内弓切线了。那但是我还有大于半径差，对不对？小于半径和，大于半径差，所以我还有外弓切线。那这个时候我的外弓切线怎么算？我们前面都没有用这个相交的情况。好，我现在有两个圆，它们相交于两点，然后我一样取出它的外弓切线，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这个步骤依然是最重要的，直角。
对不对？那其实流程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把它退到碰到我的第一次碰到我的其中一个圆心哦。这里还是一样一个矩形，所以我要求的内功切线长还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样，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形，我把它画过来一点，这样，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形，那内功切线长是它的一股，就这一段嘛，这一段是这一段嘛，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一股，连心线是斜边，那这一段呢，依然好、哦，跟刚才都一样，就是大的是大 R。那、啊、这一段是小 R 嘛，因为它跟它是矩形、哦、一样长，所以我的这一股、哦、我的这一股依然是 R 减 R， 然后这个就是锁球，然后这个就是连心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的外功切线依然是用连心线平方减掉半径差平方开根号，所以就跟那个外离的情况一样哦，所以你自己要推导的时候，你画外离的图形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哎，香蕉呢，因为它，我们再说一次哦，因为它已经比半径和它的连心线已经比半径和还要小了，所以它没有内功切线。好，那它有，但是它的半径，它的连心线还是比半径差还要大，所以它还是有两条外功切线。然后如果它的连心线跟半径差一样，等于零的时候，它剩一条，约那个点哦，两个焦点，两个切点贴在一点上。那如果小于连心线小于半径差，就没有功切线。好，这样利用好，等于说是我们去整理它哈，然后顺便又复习了一次这个切线长的计算。那这是这次的作业。那我们这堂课上这里。